你醒了。啊，头有些疼。你是不是在怪我？没有你，我也寻不到这里。你见过大巫师了吗？大巫师的确懂得还魂一术，但他要问清楚你何以知晓金族隐秘，才肯答应。天亮后，我便与你去见他。废物，学了点唬人的把戏，就当自己是巫师了。三族已然应允，不会进入和金族的战争。只要击溃金族，夺回圣器，我们木族称霸南疆指日可待。金族大巫师巫术高深，你真对付得了他？哼，有那位大人传给我的无上神法，巫师必死无疑。凶神保佑，200年了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刚才那女子可是合欢派的金平儿吗？是。你一直都和她在一起吗？没有，我与她毫无瓜葛。你能陪我走走吗？
还记得当初的七脉会武吗？那场比试是我输了。那时你无论道法修行都在我之上，其实我是我输了。我知道你在最后关头故意收手，可我当时好胜之心难消，又怕辜负师父的期许，没能说出真相。十年了，这些小事你还记得心上？从那时起，我心里便记着你。大姐姐，能帮我把果子扔过来吗？不小心掉了。你可要接住了。大姐姐，你好漂亮。后来我们共赴空桑山，与魔教中人厮杀，与阴灵妖魅缠斗，你不顾性命救我，我也就一般对你了。那时你我身陷绝境，我也未曾害怕过。若是当时就那样和你一起死了，我也心甘情愿。但后来流波山通天峰，事情一桩桩一件件，我却只能看着你渐渐变化。直到那天诛仙剑下那位碧瑶姑娘替你挡那一剑之后，我便知道你再也无法回头了。你真的不后悔，十年了，我心中还是记挂着你。如果可能，我情愿放弃一切，跟你一起到天涯海角。可是，终究是不可能的。不可能的。青云门养我育我，师父更是疼我爱我教我，我无论如何不能背叛师门。今日对你说这些，是要你明白我的心意，然后在你面前斩断我这十年的痴心妄想。今晚别后，你我再见，就是你死我活的仇敌。十年来，我痴念之余便在后山舞剑。今晚，就让我舞最后一次吧。祭祀继续能把心思照亮，乌篷老将要过，水上几人惆怅。
上，枯藤逐去早被凡间遗间情爱真是让人断肠，可林这般出色的两个人却像是傻瓜一般。
怎么，你不喜欢我说他是傻瓜吗？其实我这千百年间的愿望，也不过是想当一回傻瓜，然后也有个傻瓜好好待我而已。那女子说要断情绝义，但方才她禁止鬼力之时，心中不知有多盼望鬼力能跨过去。只是若是鬼力跨了过去，她也就不是鬼力了，想要破除她心中枷锁当真是千难万难。算了，情有千千结，则要他们自己去解，将来的事有谁能说得清楚呢？你说对不对，小辉？前面就是马头山，穿过山道便是七里洞，我们走吧。有趣。
吧，你会得到想要的力量。我什么都愿意做。焚躯燃魂，以祭无主。年过去，天水寨倒是愈发热闹了。嗯，俏的女人吧，啊，小妹妹，跟我走吧，保证你吃辣的，喝香的。哎，是吗？那叫吃香的喝辣的。小妹妹，别听他的，跟我走，我家有良田万亩。我可是有相公的人。你看，我被关了300年。还不算老吧？师兄，那妖女当真是进了天水寨吗？若是荒野之中，她绝躲不过红眼雕的眼睛，定是藏在了人多的地方。那妖女诡计多端，我和师弟从西侧入寨搜寻，有劳陆师妹留守东侧，我们瓮中捉鳖。嗯，二位客官，吃点什么？给我们两碗饭，
还有啊，这里可有土门黄雀？自然是有的，是我们的招牌菜呢。乌骨鱼，半雪皮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三段蛇肠、烤熊尾、烤秋叶、五小虫、黑心果，另外再加一个炸春福。这些都有吗？姑娘见多识广，您说的都是本地名菜，只是食材难觅，小店只能做出黑心果和烤熊尾。抱歉，抱歉。那就先说这三样吧。哎，好嘞。土焖黄雀我大概猜得出来，黑心果是什么？此乃南疆特有的果子，外表翠绿，果肉白嫩，肉心却是黑色，用油锅烹炸，味道极是鲜美。那烤熊尾又是什么？难道是黑熊的尾巴？此熊非彼熊，南疆有种叫长尾熊的小兽，个头虽小，但肉质鲜美。小师爷，你的手艺真好，太好吃了！那你还有这手？此笋非彼笋，长大后可是黑心果。这条长尾啊，更是精华所在，大大有名。平日看你万般无怪的样子，怎的一提起这菜事，却有了几分兴致？哼！好了好了，别贪玩了，赶紧睡觉。十年沉浮，离九死一生。终得回魂之术线索，此行绝容不得半点差池。不知能否夙愿得偿？500年，对修道之人来说算不得十分久远。即便当初通晓巫法之人已不在，也必然会有传承留存，但是万一我又该何去何从？唯愿这不是一场空腹。焚香弟子，必让你百倍奉还。哎呀，我好怕呀！莫非这就是你们正道门人？这么多人欺负我一个弱女子。废话少说，正邪不两立。动！
计重施。罢了，放你一马。不然焚香谷只怕要与我不死不休了。